好吃是真的好吃，我终于知道什么叫辣到跳脚。我现在已经辣到这儿了，再来。这个是雨水啊，这不是辣到流汗。你们进来进去，这不行吗？就这儿，素菜两块，荤菜四块，是从这儿进吗？哎呀，居民楼小区啊，你好，现在还能点吗？可以点。牛肉是咱们自己穿的吗？咱家自己腌哦。一个是鲜丁。啥丁？鲜丁。鲜的。我哪个国家的人？这个是酥肉是吧？四块钱，这还可以。咱俩开多长时间了？你有名？十九年，比我都大。你是不是哪个小老三？我也是你的粉丝啊。啊，是吗？那我叫什么？陕西啊，对，陕西。小开头的。不是，我好久没刷抖音了，反正。呸！啊？小贝，你根本不是我粉丝。小贝。啥好吃啊？推荐一下子。香菜丸子。少来一点，等下你醋。好。还有啥图片啊？图片。会了是不是？啊，你怎么知道啊？反正你吃辣还是蛮凶的。谢谢谢谢，这是我见过最猛的土豆片了，我天！这个是什么？螺丝钉。啊什么？螺丝钉。螺丝钉？是。莴笋，就是。啊，莴笋尖。哦，明白了。好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没听懂。花干是吧？这什么？提布鲁。提布鲁。才疏学浅。你好，再加两个这个。秀爽，咱们来个热豆干吧。这玩意两块钱啊！天哪，搞一个。老板，再给咱加个这，这也是四块钱是吧？四块钱。哦天，您是重庆本地人吧？34年了，我在这里玩。34年。30年。我天，听见棒棒的，这个棒棒您喂吗？喂。拿啥喂呢？好凉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喂一下嘛。真的，今天看到他有时候来到有个外国人的吧。我可以喂一下吗？我家也养猫。可以，等一下我给你倒点猫粮吧，就好。谢谢，感觉还挺有人情味的。我这个好了是吧？好了。哎呦，真美呀、啊，喷香喷香的。天哪，78块钱，姐妹们走吃。哎呀，小猫咪，看我就可招猫猫喜欢。可不就是吗？你看我身上是有猫味的，喵喵的味在我身上绕着呢。哎呀，给我，我来喂它。来，宝宝。呀，它吃的可利索了。我们家猫吃麻辣米线的，有时候那麻辣米线把我辣的不行，然后我放那儿，我缓了两下，扭头一看它在吃。他一次能吃这么一碗呢，差不多，而这分量可以啊。知道是谁的？他一直在我们这里。多长时间了？1个多月。我也是老演员了。你们最爱猫的哪个部位？我特别喜欢猫的脚，它就在你身上趴着，然后手一直这样伸着捏回来，伸着捏回来，特别可爱。来，我到手上，你好吃一点。来，宝宝，这里，不认识了吗？这里。它只是盆儿。来，果然是。喵。叫旺的是不是过分了啊？吃饱了，不可以剩东西哦，就剩一点点了。他是认这个声音，我发现了，吃真香，我饿了，真棒，去玩去。哎呀，看了一场猫的吃播，把人整饿了。来了，来吃我们的麻辣烫，这么一大盆，78块钱，就 OK， 就 OK 吧，来吧 OK。老板，米饭多钱呀？月春华，米饭多少钱？多少钱？米饭一块钱，米饭一块钱一个人，不好吃。来个四个，猪肉好像他们家招牌。嗯，他们这个辣子太香了，宝贝，太香太香。控制表情，这大土豆片片子，妈耶！我记得俺当时跟什么说，他们家的花椒嘿霸道，就是他们家辣子厉害厉害，这锅够咱们四个吃的。牛肉来一个，他家牛肉是那种鲜牛肉，用的基本上都不是冻着的那种。牛肉麻麻辣的最好吃，你尝尝。你先搞个饮料喝。哎，人家那调料怎么一天这么香呢？扑面而来的香味儿。嗯，烧皮，那胶原鱼滴的样子，粘牙糯叽叽的那种感觉，那有多胖，丢人不？在嘴里爆汁儿，花干儿，不知道重庆当地把这叫什么。麻辣烫最早就是乐山地区出去的，是不是？他附近纤夫啊、船工啊，就是重职业劳动者比较多。便捷，有菜涮菜，有肉涮肉，有什么调料放什么调料，麻麻辣辣贼过瘾。后来演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你们那儿的麻辣烫主要的味型是什么？东北的，你像加麻酱，西安河北也是加麻酱，然后蒜蓉薯条。像重庆这个就是典型的麻麻辣辣，柔柔可重了、啊。
莴笋尖，我看隔壁的小哥哥也在点。嗯，我嘴已经开始了。你看这红油很重，但是不油腻，很香，很入味儿。来口泡面吧，吃饱们。这混合也太绝了吧！这又淡淡的，一点不浓。他们这个好像是什么特殊的面饼吧？不是一般那种泡面面饼。不敢吸了，不吸了太过瘾了。谁吃麻辣烫的时候必放香菜？我以前觉得香菜就是调味料，现在觉得香菜煮涮菜真好吃，煮火锅真好吃。是不是笑的可开心了啊？就是你会感觉到人家重庆这边的人就是这样的，人家过得很富足，很欢乐，喜庆的很啊。这特辣一定要慎点，不能吃辣，吃微辣、中辣或者麻辣就行。78块钱吃咱们四个人，啥也不算。这绝对是我吃过最辣的东西，真的。毫不夸张，那你是没经历过那个毒鸡爪的魔法攻击，这个也算可以，把你可乐给姐喝呀，求求我，求你了，给哈死我了。这是我在重庆吃到最辣的一顿了。嗯，你好，小北，你是重庆人吗？重庆人说小北叫小北。好，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北什么点赞。我们下次再见。我还能再站，让我喝点水。我这是特辣加辣吗？我们海椒是这么吃。我们的海椒是这么吃啊？这还不算辣的？我这算是什么程度？有没有被我种草啊？这个毒头算的。太辣了。面跟蒜卷绝配。你上次吃他家啥？糖醋里脊还吃吗？要一份糖醋里脊，来一个香辣美容蹄，这个我来一个，这个再要个蔬菜怎么样？荤素搭配，要一个蒜蓉空心菜，可以啦，我打包带走，谢谢。OK， 打包回家 ，Go Go Go， 我走啦，拜拜。最爽的一刻。我们现在在家里来吃，我泡了一碗牛肉面，还在买了一个香辣猪蹄、糖醋里脊，还有蒜蓉空心菜，家常菜烤一波。我们一起开吃吧 ，Go Go Go！ 现场烤牛肉，软烂，来口他们这个面，老规矩。嗯，牛肉超级香，可筋道了。嗯，还裹了一些香菇在里面。嗯，软烂脱骨的香辣猪蹄儿，看是不是贼诱人？有没有特别爱吃猪蹄的宝贝？你们家楼下有没有开了很多年的川菜馆子？这东西可好吃了，量大又便宜。必须得来个独头蒜，有没有被我种草这个独头蒜的？太辣了。面跟蒜卷绝配，我想喝一口汤，这汤看起来很诱人。这个缝子溜的，吃到最底下还有肉，可嫩了。来口蒜蓉空心菜，回到夏天特别爱吃蔬菜。
哦，这样来口糖醋里脊，妈呀，好久没吃了吧？这一看就是新派的，你们分得出新派和老派的区别吗？哟，新派里面加番茄汁、番茄酱，老派应该就是老式那种糖醋熬出来的，一点点浅酱。这个蒜好诱人，来给大家表演一个生蒜，就是熟蒜。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啊，喜欢小薇的话记得点赞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送大家一个山楂汁，爽哎，快快快吃吃吃吃，这个蒜蓉空心菜真的不错，我操，这个炒可好了，你知道不？你不知道吧？它这个为什么发黄了？它是用刀切的，我感觉空心菜不能切，这个猪蹄好好吃，是吧？嗯。绝。